哇，你是小乖工程师啊！哦，还可以这样啊！再拉，再拉，再拉！小乖工程师。小乖工程师的车耶。用较敢算啊！哇塞！哇，怎么开到后面去了？啊！乖乖，你还在苦瓜脸啊？啊！我帮你照起来。哇，这个脸好苦瓜哦。嗯。小乖，小乖，你的车开来借我，谢谢你。现在爸爸买一个安巴曼的车子给你坐，也只有这个年纪可以坐。面包超人，一台3000多块而已。嘿呀。他有一个然后安巴曼在飞行这样，那你可以坐在他的背后，然后这个人吃了苦瓜还在挖鼻子，然后眼睛还泛微微的泪光。哇，小乖是巴布工程师，小乖你要戴那个帽子在这里。你要戴这个帽子，哇！你看这个可以这样哎，嗯，这个是巴布工程师的车。